论粗细，装叉不论岁数。我是你的教练杨晨大神。我是教练杨大神啊，今天是学院非常平常的一天，我这一套蓝色的套装啊也是非常哇塞，都是玻璃的，然后跟大家搞了一个无底线的活动啊，就是这个鞋子本来是368，拍子是800，这一套加手胶加线加袜子全拿走399，微信小程序还有淘宝店铺国语严选，你可以直接买啊。干嘛？别摸鱼啊！你跟我打，我打不了，我肩膀不行，我要休息一下，我打不了，赶紧继续练。我跟你讲，你在训练的时候打球是特别不好的行为。练就不要打，因为你今天下午刚练完好，感觉搞好了，晚上你们两个约着打两球，今天下午就白练了。各位也是一样的，这动作没有成为肌肉记忆熟练之前，训练我们是不建议大家打比赛的。我们学院训练一个礼拜最多让大家打一次比赛，最多一次已经很多了，有的时候两周才打一次。如果是调整日，我们尽量的去给大家做一些娱乐活动啊，比如说像什么3打3呀、4打4啊、5打5啊，或者一些循环接球啊，或者一些搓球、杀球比赛，我也不会让大家打对抗的比赛。训练就是训练，比赛是比赛，里面搞冲突。